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同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投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就同过去你跟着市场中的分析师去做，常常会发现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因为股票总是暴上暴下等上涨，不敢百分百直接进出，加上持股过于分散，凹单不停损，汇多不回空的结果，都是造成资金运用没有效率的原因。同样的，过去用的软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帮自己赚钱？因为你用的不是原创系统，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甚至呢，选股出来的支数、模组还会太多，还需要人工的讯息去辅助判断。最重要的，买卖点常常会慢半拍，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单一而且精确的买卖点。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价，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叫打折跟赠送资料，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你已经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会立即明确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一次的，各位，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笔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会加倍。就同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金有关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的进出一定都是百分百资金，一定是百分百资金买档，一定要百分百资金卖掉一档之后才有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做下来。从2月15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281万的利润了，而你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810万的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会常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有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此时此刻就该换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月14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24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
转买市值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4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青年朋友赚的钱发一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市值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张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5号这一天，这张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这档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会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25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25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5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案，一件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爱普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5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青年朋友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爱普这一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3到4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6.6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月30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6.6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那档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接着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3月30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16.6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30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还是一样，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30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银邦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30号也就在这一天哦，
系统告诉我们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银邦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扁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1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所以呢，这档股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4月1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21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的一段，你如果没有时间做手，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到最后还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3天的时间。但是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4月1号这一天，这档股票100万赚了21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的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增加报酬。问题是4月1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股票身上？还是一样，全部交给时间做手。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4月1号这一天，操作还是一样，可以非常的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执行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立德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4月1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前两票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立德这档票，接着赚它最好赚的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扁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7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从3月23号到今天10个交易日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78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也已经帮自己创出78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是用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是用过去不能时代的软体帮助自己炒股票吗？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会非常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一档股票，绝对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再来，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只赚最好赚的一段，也不会像老派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死抱抱等票上涨。最重要的，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的买卖点，更不会像过去一样进错时机总是会慢了半拍。而时间做交易很简单，所有操作就是100%集中操作单档股票单一个点位，加上一个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办法帮助各位用最短时间把资金做翻倍。也就同你所看到的，很多投保在做股票过程当中，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累积起来？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档票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好想想，过去呢，你股票是常常买在前面等它上涨，一等不知道等多久，你绝对不会敢买多，只敢买个1层2层去试试看。我一般就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你还是不会敢买多。所以买不多赚不多遗憾持续不断发生，财富当然难以累积起来。但跟时间做交易很简单，简单而且很肯定，一个阶段永远唯一这个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一档票在这一天，我看那个事实，周线多
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绝对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加码点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之下，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就是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只有敢百分百资金买进一个点位一档股票，才可以买得多赚得多。同样道理，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的方式。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包括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们相同的看到一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一档股票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一档股票这一天，那就不用考虑了，一定是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相同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事实上，当我们拥有赚钱办法，同时每档股票都必须要帮我们赚钱，包括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们是一样看到一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还是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所有客户在这一天一定还是一样，百分之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只有敢百分百资金买进一档股票一个点位，你才可以买得多赚得多，而不是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甚至没有把握再拆分散在很多点位上面，一个点位买个一层两层去试试看，这不是在拆，这是什么？但是当你跟着时间做交易的同时，为什么敢百分百资金买进？除了非常简单明确之外，我们的买点常常会领先市场一到两天，绝对不是等到涨停之后再匆匆忙忙帮别人抬轿，而是买在涨停的前一天、前两天。也就同你所看到的，而这就是时间做效应独特的技术。这是为什么我们敢百分百资金全部买进一档股票一个点位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财富资金翻倍的速度大幅的加快，也就是这个原因。相同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档股票，包括这一档股票在这一天，我一样看那个事实。周线多，第一根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还是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唯一最好赚的买点。既然是唯一，我说客户在这档股票这一天还是一样，百分之百自己买进，那好事很自然发生。做股票可不可以很简单？当然可以很简单。当你拥有赚钱办法，同时每档股票都必须要来帮我们赚钱。当我们够肯定、够把握的同时，你就可以跟我们一样，把所有资金集中操作在单档股票、单一个点位上面操作。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总是把资金分散在很多股票上面，然后呢，每个点位只敢买个一层两层去试试看。如果是分散资金在很多股票上面，我甚至只敢买个一层两层，这代表什么？从头到尾就是在赌、在猜，在用赌博的方式去做股票，你觉得财富会累积起来吗？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各位。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常会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你想要跟着新金牛观念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过去总是被不实在的测标和行销手法误导，使用品质不良的系统或抠讯吗？实力才是关键，有实力才敢直接面对投资人。这次您可以直接拥有老师本人手机亲自服务，有实力才敢提供高品质的保障。这次您可以拥有高品质的六大保证。这次您可以选择有实力的分析师，有实力的系统，让幸福的事每天发生。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到现场。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我们拥有时间做手去做棋子的同时，纵只有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3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3863点。04呢是三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586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95点。但是很多投朋友过去也跟过很多老师，甚至用这种软体来帮操作指数，财富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你用的是市场当中没有办法实战的工具，常用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买卖点讯号会消失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号码，而且我百分百可以做到价格诚信不会降，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为什么做不到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个分析师或系统可以做得很好的同时，何必躲在业务助理背后，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辛苦做过度行销，还是要打折，不是吗？而当你拥有时间做手的同时，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就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个价位一次的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百分百不有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一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跟各位去猜，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一样可以挣95点。相同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今天每一笔的教训号。接第一笔教训号在8:55的时候，是一颗跳空盘不同步做空的讯号，因为在进场之前已来到停利满足点的同时，必须要等待下个机会，也就在这个地方趋势盘不同步做空。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走到这个地方，本来在灰色线上变线下的转折，而线下是红色的不同步怎么办？跟着楼上颜色走，绿色就是做空，所以收盘收定设收盘价，也就是16735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最高来到743，定价百分百全部穿在成交。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的支撑区，一口单挣49点，先把它发一口袋，等今天第二个机会趋势盘同步做多，还是一样直接来看电脑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行情走到这个地方，本来在灰色线下变到线上是转折，而线上是红色同步做多，所以一样设收盘价，也就是16738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现在跟 K 线最低来到哪里？最低来到737，所以定价一样百分百全部存在成交。相同的，也千万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46点，再把发一口单，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会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